好，这里是韩服测试服。先讲一下这个问题。这一次测试服只有3个活动，一个是万圣节，它有5个章节的剧情，然后是加速狩猎，跟以往是一样，一共6个任务，然后。 只要你有1天完成了6个任务，就会开启隐藏的那个打猎活动，对，打几万只的那个，估计99999。然后是战斗吧传说之回归，这一次又有排名活动，这样子。 那先来看这一次的加速狩猎了。这一次的加速狩猎是11月5日到11月18日，这个离更新还有差不多3周的时间。然后它在这个活动期间会有一些福利，其实很有利于你去练级了。 特别是练小号，还有这个精英怪更快出现，还有轮回啊，这个叫符文，符文的数是从15分钟变成了10分钟，然后轮回那个符文的经验值也会多一点，然后是突发任务更频繁出现。 保罗普利托也会更快出现，然后火焰狼有 1.5 倍的这个经验，然后 BOSS 这个匹配的时候，它那个增益也会效果好一点，然后有6个任务，然后。 它一共有6个任务，跟之前是一样的。它是999只等级附近怪物，15只精英怪或者精英冠军，3次保罗普利托，然后1次火焰狼，开5次符文，然后完成1次突发任务。然后每完成一个任务就有一个加速器，啊，这可以。 多打一点怪物，然后获得一些经验。然后你完成之后会有一个隐藏任务。那么再来看那个战斗吧传说之回归。我之前是进去过的。它这里有一些奖励，因为开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保罗普利托，你是可以切换保罗和普利托的。他通关就你玩30次，他会给你20个这个保罗普利托入场券，20个，假如特别适合练小号了，20个估计能够升个好几级。 除非你进去就卡，然后就退出了，然后就这个火焰狼的奇宠，然后它有一个使用角色问题，你使用这个角色就能够获得它的一个头套，因为它这个中秋节活动还没有真正的结束，你还是可以进去。 包括你这个邀请函还是在的。然后重点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万圣节活动啊，这一次万圣节活动特别类似于密室逃脱啊这种东西。然后其实下午就一直在摸索那个密码究竟是什么。来看一下吧。它一共有5天的任务。首先你进去就是它的地下4层，然后你进去一个房间，你看到这里面这是一个房间，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它这里有很多 NPC。然后你要根据 NPC 所提供的线索，然后找到它的密码。这么亮，然后我直接说吧，第一关你看这个箱子，你看每一列它的箱子的数量对应的它的密码，然后你出去这个门，它会告诉你这个密码，这是第一关。第一关你就看这箱子的数量。它这地图上到处都是，哦，我看错了。第3个是5，每一个人的这一个提示都是不一样的。啊，通关，很简单。第一关很简单，看箱子的数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亮，还有个灯。好了，进入到第2关，第2关也是这下面的第4层。它这一共有5个房间，首先第一个房间是被封上了，然后第2房间是一个书房，第3个房间是一个有一个柜子的地方，第4个就是你刚刚的门，第5个是一个楼梯，但第5个你不用下去，因为你那个门都是进不去的。那么它是这样子，我们先来看第3个房间。啊，都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下午是没那么亮了。你要看这下面，下面是有锁的，但是这个锁呢，这个锁你要去隔壁那个第二个房间去看完里面所有的书，它才可以打开。然后线索也在第二个房间里面，那这是第三个房间的作用。然后这里其实都有一大堆的 NPC 之类的东西。 所以现在来到第二个房间，你看这柜子，这柜子上所有带有颜色的这些书都是可以点击的。嗯，一共有18本书，所有线索都在这里，然后。 你要阅读完所有这18本书，才能够开启第三个房间那把锁。啊，其实这个如果你稍微会发音的话，你发现这标红的地方都是乐谱。 什么哆哆嗦哆哆瑞瑞咪啦咪发啦嗦嗦咪嘞发咪咪发嘞哆哆帕嗦西啦嗦嗦啦西嗦哆嘞帕嗦嗦咪帕，虽然不重要，然后这个。 其实也发现都是乐谱，其实是乐谱的意思。也发现都是乐谱。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些关于食谱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比如这瓶酒，这个酒的这配方就是4个蘑菇，一瓶什么鬼东西，然后这黑色的酒，啊可可。 这就要2个蘑菇包子，三个可可粉，然后这一个什么，应该是果汁 ，orange juice 橙汁，它叫2个柠檬，对不对？2个橙子，3个柠檬。哎呀，这个跟后面的关卡有关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线索了。 这就跟那个符号的线索有关。这也是乐谱。咦，这有2本乐谱。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有关。 这个应该也是跟那个线索有关，跟这一关有关的。这个 recipe oli tanho ba chin， 我那什么鬼东西？南瓜、玩具鸭、蜂蜜，它也是个配方。 这个什么刺儿，有个10块，那个魔法女妖的那个眼泪，嗯，这个又是配方的，那酒的配方。 哎，这应该跟数字有，或者说跟那个锁是有关系。哎，又是个配方。那除了这个书，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 NPC 的。然后现在，回去第三个房间，因为你看完所有的书。然后在下面有个锁了。 那他会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方块乘圆乘爱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而你要开的这个锁就是这一个乘法，这个算术的结果。那问题就来了，它对应的数字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个线索就在刚才那些书里面了，哎，其实可以去试一下。它那个线索就在隔壁有些纯文字的这些线索上面，比如说这个，我找一下。这个。 它有一个线索指向那个星星，我看一下是哪一个。8乘1，然后爱心是多少？8乘1。哎，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他的一个星星是涂上，是那个是涂上的，但有些是没有涂上。我这个星星就没有涂上。然后它是方框加圆，方框圆，还有这爱心都是没有涂上。那为什么它这个是有涂上？可能符号不一样啊。那我所得到的信息就是，这涂上星星是1，然后梅花是4，但是我没有梅花。然后方框是8。如果这8，先确定这个是8，那么圆又是哪个呢？圆是哪个？它这个第一句话我之前翻译过，就是一共有7000种玫瑰。线索都在书里面啊，想一下才行。第一句话的意思是，野熊的这个饮食是巨量的。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它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扫除这个房间里的茶柜。野猪，第三句话，野猪像水果一样藏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这个是我。要看这句话。第一句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情的模式不是很好吗？第一句话，然后第二句话，例如将图案向右旋转90度。然后第三句话就是然后我可以用一个符号和一个数字表达我的新的爱意。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它这个符号和数字它之间的这个代表关系，其实就是他想表达爱意，这样子。他整篇这个线索的意思就是，他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爱意，然后比如说将这个图案向右旋转90度，这样他就可以用符号和数字表达他的新的爱意。这应该跟这关有关的，比如说 기호는 나는 카탈란 산자 안내 산자 사케는 너허 홍간는 나는 없다. 있어서 이 사케니 산자에 다시 작은 산자에 那个灯没了。 사케는 없다. 그리고 이 작은 산잔들 모두 모두의 작은 산잔을 싸게시 높았다. 비로소 나는 잊고 촘촘한 공간에 만첩하게 되었다. 아, 네. 它整个意思就是，我通过在一个大河里放4个盒子来划分空间，然后将这4个盒子的每一个再放入4个盒子中。我在这所有的这些小盒里放了4个小盒子，最后我对这个小巧紧凑的空间感到满意。 就这意思，大盒子里放了4个，划分空间，将这4个的每一个再放入4个盒子，最后，这是什么线索呀？ 这应该无关的。这2个。 后面还有，只要是文字都值得关注。我也是说自己去硬碰硬去试一下。试一下这个。さすがに。 错了。한 분은 가져 가져면서도 그와 달리 부드러운 것 좋아한다.第一句话就是鹿的鹿角非常坚硬，但与它不同的是，它更喜欢柔软的地方。 그래서 소위 선이 닿지 않는然后第二句话，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把隐蔽的头发收藏到无法触及的地方，然后盖房子。这又是什么鬼？ 其实刚才找，가슴이는 어디든 체이 높은 꺼내 얻는 중간까지这一句话的第一句就是老鹰可以在最高点的最黑暗空间中的任何地方爬升。夜鹰。然后第二句话，秃鹰有足够的视野，足以发现无法触及的隐藏猎物。就这里，这。 这又是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书柜3的拐角处发现一个哭泣的孩子，请不要靠近他。图书馆里只有2个书柜。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第3个书柜。他这句话就是，如果你在大厦周围走动时，在走廊上发现一面镜子，请忽视它，因为豪宅的走廊上没有镜子。跟刚刚的线索是一样的。哎呀，是什么？啊，好长啊！好长啊！来翻译一下。好长，好长。我不知道这个线索有没有什么用啊？它的意思是观察这个没有缝隙通畅的图形时，请考虑一个2到9之间的数字，给该数字加1，然后乘2，然后加6，然后将其除以2，然后减去您得出的第一个数字，然后看这个完美的数字。 仅存。加一 x 加一乘2，2x加2，2x加2，然后2x加8。 除以2就是 x 加4，x 加4，然后减去 x 加1，3。 数字是不是3的意思？这是镜子的那个线索。 看完所有文字说了，那我没什么头绪。方块乘圆乘爱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有一个数字是3，反正都是乘法，首先，方块是8，那么剩下一个圆，一个爱心，它有可能其中一个是3，那么剩下一个我就只能靠猜了，只能从1、2、4、5、6、7还有9去猜。那其中，如果是这样的，我只能猜，慢慢猜。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乘法的话，哪怕是9乘9乘9，也只是729，第一个数字一定是0了，所以第一个数字绝对是0，所以它是一个只有后面3个数字需要动的这么一个密码。那如果不是24，也就是24乘1。 24乘2，那就是48了。我只能慢慢猜了，24乘3，72，不对，24乘4，96。 对，96，24乘5，120，不对，144呢？乘6。6已经试过，7，24乘7。 168，对，7已经算过了。如果是8呢？24乘8， 160加32， 192，也不对，最后一个是9。 如果是9，如果9也不对的话，那说明有一个数字绝对不是3。而那方块如果是8的情况下，那么可能会告诉一个情况，就是不是每个玩家他对应的符号都是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24乘9。 就180加36， 180加36， 216。错，也就是说有一个数字绝对不是3。啊，对，我要看那个书的名字，《指南：运气标志》，头子，太远了。这本书是10月31。这本书。 神秘动物，神秘动物的百科全书2卷。 一只会唱歌的公鸡。啊，不是 ，recipe， 这个是一个配方啊 ，recipe， 沙朗，爱，沙朗，爱。 什么沙朗黑哦，这个爱你，这个爱应该跟那个爱心的图标有关的，但它的意思也没表达多少啊，对不对？ 他意思就是说，不同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不同。比如说，我旋转这个90度，旋转90度，旋转90度。 比如将图案向右旋转90度，就能够用一个符号和一个数字表达新的爱意。那如果你把那个爱心图标往右旋转，其实没多少，它又不像什么东西，对吧？ 向右旋转90度。 箱子，箱子。90度，难道我那爱心是9的意思吗？那不可能是0吧？90度，如果是那个爱心是9，是不是啊？ 方块是8，爱心是9，那还有一个圆是什么？我要试一下，从72开始。哎，我觉得只有这种可能了，只能盲试。但是如果我推的是正确的话，那说明这个每一个玩家对应的符号都是一致。但如果不是，那也就是说每个玩家在每一次的时候，他这一个符号都是不一致的数字。那只能这样试，从72开始试。 错了，72144，144是错的，144是错的。那72乘3等于216。 不对，72乘4，288。不对，对。 72乘5，360。不对，72乘7，72乘6，400。 420加12，432，432，也不对，72乘7，490加18，72乘7，504。不对，72乘8，也不对，72乘9，72乘9，648，不对，648。 也不对，那说明爱心可能不是9，反正是乘法。Tot 是吗？手提袋 ，tot。谁这么无聊在测试服玩起源之台到48层？ 翻一下这个蓝色字体。工作是悲伤的最好解药，什么鬼嘛？没什么线索指示。什么鬼？如果它是人发明的，人就能解决。哎，这就是什么？它意思是，当在一致推理的线索中出现矛盾时，总会有因其而改变的解释。好像都没有了，就三个蓝字，这一样，跟刚才一样。哎，我觉得所谓最笨的一种办法就是直接暴力破解，就是说你729种可能全部给弄一遍，这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况。因为假设它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一种数字，同时且允许重复的情况下，它就是9×9×9那种可能，结果要算729次，729种可能，这是最，720种有可能，要试很久。我也不知道那些配方有什么鬼，有什么鬼用？然后这上面其实有一些，有一些 NPC， 我估计跟那个谜底也是没有什么关系。那首先假设是1，这种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是乘法，所以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排列组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一个符号代表一个数字，可能是1到9，这样。总之应该不可能是0，因为不然是0乘任何数绝对都是0。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就是说你试一下4个0，发现都不是，就说明不可能是0。那么也一定是1到9，1到9。但这个线索是怎么指向？那本书上也讲，那18本书都没指清楚。不过有一本书，它讲有一个固定数，你随便取一个1到9的数，然后加1，然后最终你得到一个固定数，那个东西，我算了一下是3。叫什么？那本书是最后一本书，在最右下角的地方，一定要靠近才能看。它意思是，你随便想一个2到9的数字，然后加1，也就是说 x 加1 ，x 加1乘2，就2x 乘 2x。 2s 加2，然后有一个6，加上再加上6 ，2s 加8，然后除以2，这边 x 加4，然后 x 加4减去你第一次算出的数，也就是 x 加1，减出来就是3。我不知道是不是指上。 这意思是说有一个数字是3，总之，你只要确定一个数，剩下的概率就是72分之一。反正慢慢试，但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729分之一。 81，知道一个数就是81，知道两个数，那就9分之一。所以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哪怕一个数字都可以。对，但是如果说它不允许，它3个数字是不重复的情况下。 那这概率就是9乘8乘7了。它这个概率72乘7。 也就是，如果它们是不重复的情况下，是有504种情况。首先，假如是1、2、3，那就是6。但这个最笨的一种办法是全都试一遍。那1、2、4就是8嘛，008。225。126是2，走。12714。128。129是18，也就是说一和2是不是错，1、2组合是错的，那然后就132也就错了，那只能往134567891134567891，那有一个情况，就3跟4它都结果是一样的，12是错的，然后13515也是错的，135是错的，136是3618也是错的，那种21是错的，137错的，13824，139是27，也就13组合是错的，从1416是错的，那144也是错的，145是20，错的，14624也错的，14728，错的，14714832，14936，也就是说14组合是错的，15假如是15组合，那就不能选2345，因为前面的这个就错了，就152是10，15315，15420，15525，155是没试过，但是我估计不重复的情况下是错了，155，那么15630没试过，15735。15840，15945，也就是说15组合错，15组合是错的。那就1610乘16的话2、3、4、5、6、7都不可以用。来试一下42。那48呢？48。 69、59、54也是错，也就16是错的。假如是17，我觉得17没什么好事，就是1、2、3、4、5、6、7，1、2、3、4、5、6、7，比如说，首先7是没有试过，7是没有试过。 14试过了，然后是21没试过，21没试过，然后是28，应该差不多也是错了，28错了，然后是17535，17642，应该也错了。 17749，49错了，177，那17856错了，56好像试过了，然后63，错了，63错了，也就17组合是错的。那么18的组合，18组合应该是也不可能对，1、2、3、4、5、6、7都试过了。 那应该是2，假如是2、3组合从6开始，也是6的倍数，就相当于我16组合再次给它试一下，那23组合也绝对是错的。然后24是8的组合，然后24、25。 25的组合是10的倍数，也就是10、20、30，最多是到100。假如是100的情况，就出现251，259，最多是259，也就是90，最多是90，不存在100的东西。 25组合最多是整10的倍数，也不可能是100。哎，25组合应该是错了。这26是12的倍数。 首先12是错的，24是错的，36也错的，48也试过了，然后是60是错的，72错的，然后就84没试过，84错的，7，然后96。 96错了， 12乘9，12乘9，108，错了，108错了，26组合错了，27组合从14的倍数开始是。 10错了， 28错了，42错了，54也是错的，不对，56了，56是错的，14乘4，56，14乘5，70错了，14乘6。 84错过，84错了，14乘7，98，试一下，错了。 14乘7，这70加28，98，14乘8，这80加32，12，12错了。 128。 126啊，错了，也是27组合是错的，然后是28组合，首先是2816，2816，282。 也就16乘2，32应该没，不可能。16乘3，16乘3，48错过了。16乘4，64错了。16乘4，64错了。16乘5。 80是错的，16乘5，16乘6，96也错了，96，96刚才试过，错了，28，16乘7。 70加43，哎，不对，16乘7，742，6742，70加42，112，112错了，也就是，对了，27多少？ 277错了，278看一下，14乘8，80加32也错了，80加32，就112错了，14乘9，90加36，126试一下，错了。 也就是27组合错，28组合错，29，如果这样的话，18先错了，18错了，然后就是36错了，然后就18乘3，54错，然后就是18乘4，72也错了，72错，也不可能是294的组合。然后295看一下，18乘5，18乘5，90错了，90是错的，296，18乘6，18乘6，48，108，108我没试过。错了，108错了，然后是297，18乘7，70加56，126。126错了。7、8，如果这样子，18乘8，80加50，80加64，80加64，这个试过吧？14是错的呀。那也就是29组合错了，那第一个就有不可能再有一个数字是1和2了，应该这样子。那我这要这个排除法要有技巧才行，不然所有的事。因为1和2对应的任何排列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一个数字是1和2，那你就可以从3以上的数字去猜，哪怕33也好，可以这样猜。那要从3以上的数字去想，那假如是345就12乘5是60，346我看一下，12乘672，34712，哦不对了，34是12的倍数，345是60错的，12乘5，346是72错的，347，37错的，84错的，38，12乘896错的，349。12乘9，90加18，108也错了，也就是不可能34组合。然后35组合就15的话必须从6开始算，34，35和35，356是15乘6，80错了，15乘7，70加35，70加35，105，册、105册、150册、10535。158，358，15乘8，80加40，120。错，还是错。然后是159，15乘9，好像是我135。错，也就35组合错，36乘18，那18相当于我29组合也错过，29组合错过的话，36组合是应该是错的。37组合是用21的倍数，首先21错了，然后42错了，然后63错了，84也错了，所以4，然后乘5，21乘5，105错了，21乘6，126试一下。126，不对，126错了。37，21，然后是147，1477。147错了，那就试一下168。168是错的。然后是189。189是错，也就是说，这个37组合是错了，38组合是24，24的位置我们最早的时候试过了，也就是38组合是错的。那39组合就是27的倍数，27先错了，2754。27乘3，81好像试过，81我记得试过，81。39，如果是4呢？27乘4，27乘4，80加20，28，108。也就是39，3940错了， 397乘4，394，80加28，108错了。那395，也就是27乘5，27乘5，135，135试过了呀，错了，396。39627乘6，27乘6，720加42，162，好烦啊！162是错的。 6是错了，397是397，27乘7，27乘7，189，错。 也是39跟7错，397是错了。那398呢？72乘3，216，216是。 216是错了，那也就是说39组合是错的，39哪怕是399也是81乘3，81乘3的情况下。 是243，也是应该是错的。天，错了，不对，太难了。243，也就是399都是错的，从4开始只能是45开头。 45开头，本质它是10的倍数，但它只是10的倍数再乘了个2。那首先的话，100以内的错误都是100以内的数字都错了，也就是说5以内都是错了，只能是120。但120好像吃过也是错了，120是错了。 120，那457140，157224，457错了，458就160。 不对，459180啦，也是错，也就是4开头就错了。那只能不断的去缩小范围了，省4跟6， 24也是试过的，所以46组合错了。47组是28、56，然后整个3也是错的，84错的，所以不可能是46组合，像是123错了，整个4。424错了，27、28再乘4，80乘4加32，112错了，112试过了也错了，然后再乘4，48乘4。不对，47，然后配个什么？474，28乘4，试过了，485是肯定不对，486是476，28乘6，120再加上48，188，错，188错了，好烦。这个还有什么？47、28再乘首先是5是错了，628乘6是错了，7呢？28乘7，144加56，140加56，196，嘿。那灯又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太难了，算了。